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维哥。今天我们要现场玩有叫做冷天的啊，这个精彩操作啊，前面三个字的第三个字啊，不知道叫什么，我们就不解释了啊。这个画质有点模糊啊，希望网友投稿的时候尽量把那个画质设置成高清的模式啊，就是你录制游戏的时候尽量选择高清或者 720p 这样的模式，它就会比较清晰一点啊。这样你看我们这个网友投稿的就有点那个叫什么？嘴硬啊，好像是花纹比较多吧，是吧？虽然说你操作这么溜啊，就是要是能配上更炫的、更清晰的画面，打起来就更好看一些，是吧？啊，我们看这个打这个万花筒佐助啊，不，万花筒卡卡机啊，你看一下一技能拖他一下就打死了。哎呀，对方的卡卡机好可怜，又是一个鼬啊，小鼬，西冷鼬，忍者新秀。啊、这应该叫做马赛克啊，这有点马赛克，打得这么好，可惜了啊，就是不够清晰啊，是吧？能打得更清晰一点的话，是更好了啊。至于大家如何设置这个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个软件的设置啊，尽量要选择一些好一点的设置软件啊。哎，刚才这个佐助他们是怎么旋风出来的？哟，这个躲开，就是打他欺负他小哥哥啊。贝壳弹起来啊，飞起来，哎呦，标住了，哎，还拉过来了，再停 A， 佐助要被打了，佐助一个替身之后呢，然后一个二技能又回敲，直接上大招，哇、哦，好狠哦，就这样欺负他自己哥哥的小时候啊，一点都不心慈手软呀，一个大招喷死了，我们看下一回合打的是谁，打的是青啊，忍者青。带的是水龙卷啊，这个冰冻雪啊，这个卡卡西吧。其实波佐助带的是冻雪，叫冷天，这么冷的天带一个冻雪，哇，一个一技能打到了啊，二技能没有戳到，二技能再回敲一下第二段，对方丢了个分身，啊，水龙卷开起来，哎，没地方跑，哦，被二技能搂住了，然后一个替身，一技能空他，然后对方开了个秘卷，啊，这时候。银龙海也开了啊，佐助也开了个秘剑，双方都开个秘剑，然后休息过去，对方一个分身啊，然后又开一个技能，然后再来一个电他，哇、啊，就电到了，这么准，一个大招，哇操，这么远都能电到，哦，厉害了啊！然后应该可以接高技能吧？哎呀，糟糕了，没有技能，哦，二技能两次没打到，哇，第二次打到了啊，不错，就是画面有点模糊啊，其他还可以。